一会儿吃什么？我们都喜欢听你的。哎呀，在这儿呢，继续躲啊！知道我找你多少天了吗？不敢。今天把钱还我，啥事都不管。要是不还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女朋友不错啊。哎，哥哥，有的事你听我来，跟他没关系，你让他先走。行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好说话。你今天把钱还我，啥事都没有，我立马走人。一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他没钱了，破产了，欠我300，说好上个月还，结果人没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那车，也是他租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样吧，跟我吧，给我钱。哎，哥，这样，你给我3天，3天我先还你，你让他走。行，你让他先走可以，那3天也可以。这样，你给我跪下。我都答应。他不能跪，哥，我这有钱，我都给你。你赶紧走，别添乱。哥，我这卡里有10万块钱，还有平时你给我买的首饰包包有20万了，这些我都给你。大不了我把我房子抵押了，我替他还。你再给我们3天时间，行吗？三十万连个零头都不够。不管多少，我都跟你一起扛。不哥，一人做事晕的，你别打了他。我跪。你不能跪。选择后在一起，就意味着会有很多困难的考验。你愿意和我当时在一起，我愿意跟你一起多久，甚至为一生为你。玉娟，嫁给我吧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你在叫我同事，当然听你的了，铁楼。